弟兄姊妹平安。平安。咱做伙来看上帝的话，腓比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腓比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请听我来读。基督耶稣的奴仆保罗甲提摩太，火箭予徛起伫腓立比，踮伫基督耶稣隆重的圣徒，甲遮个监督以及执事，愿恁对咱的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得到稳定平安。我逐摆孝念恁，就感谢我的上帝。每摆为着恁众人祈祷的时，常常是欢欢喜喜来祈求，因为恁对头一日到今，恁是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我也亲信。在恁心内开始做工的，要成全这个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着恁众人有这颗心志是合宜，因为恁常常在我的心内。无论我伫体能中以及辨明来坚固福音的时，恁众人甲我有分伫稳定。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怎样孝念恁众人，这是上帝通甲我做见证的。伫过去，我了咧神学院教册的时阵，有一天中昼食饭，一个学生坐喺我的对面，伊甲我问讲：“郭牧师，伫你二十几年的服侍中间，你会当想到同喜乐的代志是甚物代志？”当伊问我这个问题的时阵，我马上我的头壳内面就出现几百个这个图画。我想到伫2000年到2005年这六年的中间，我伫台北的中和基督之家伫遐咧服侍。我的教会有一个布道团，我只刚听恁咧唱歌，我嘛感觉恁爱一个布道团。哦，敬拜团真好，总是我看恁的水准已经真好啊。会当有报道团，报道团会当去报道，出去到真侪所在来报道。我想美国是一个自由的所在，咱若莫去共挨着，伤厉害，莫共插着，兼且咱有真侪机会会当公开来做报道的工作。迄六年的中间，我差不多逐礼拜拢会去做报道。真侪无共款的形式，每一个月拢一定有一摆，我会去中和一个四号公园的边，甲边一个真新的图书馆，啊，毋是去共吵啦，因为图书馆拜六拢开到5点就关门，所以因5点要关门以前，阮外口已经摆好势啊。门大家行出来，我就开始放上歌，带一个叫音乐会哦，啊，欢迎大家来听。一点真久，特别都拢几落百个人伫遐咧听福音，所以阮就伫遐来传福音，伫遐来服侍主。这个报道团足无闲的，每年的 Christmas 阮超过10场的服侍，总是大家足忝的，总是足欢喜，哪忝哪欢喜，因为会当服侍主，会当来传福音。每一遍。在那裡服侍的時候，其實是全教會動員，不是只報道團去，還有一些老兄弟在家裡面，他就說我就沒辦法出去了，他就在教會祈禱，還有一些無論是長老娘，無論是牧師娘，還是年紀比較大，總是他們煮飯的，他在家裡煮台灣回去吃，還有一些青年說我就不要唱歌，不要唱歌不要緊，你提单啊，伫边啊，请人来听歌。啊，佫爱传一挂人，伊嘛袂晓唱歌，佫总是伊会晓甲人讲道理。所以伊若听了后欢喜信耶稣，咱嘛会当甲帮衬。也佫有一挂人爱倒更音响，哦，因为你停车停较远，你着爱搬。
总是为着福音的缘故，大家拢真欢喜去做，大家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唔呐，干呐唱歌，真侪人吼，你看坐迄边吼，啊，足自由的安尼来弹福音，连跳舞的嘛有。你知影呢？阮这个爱跳舞的兄弟姊妹啊，这姊妹吼，迄教会讲台吼，足水的吼，迄跳就拔落去。啊，去公园在你跳，要安怎坐拢袂要紧。啊，阮教会阁有一个手鼓队吼，所以啥物物件拢来搬搬去，哇，足闹热的。唔是要闹热，是要弹福音。所以我看咱台湾教会真有这个 potential 吼，啊，组一个啊布道团，啊，唔是干咱去唱歌，全教会动员，大家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而且，拄啊所读的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五节，保罗讲，我逐摆想念恁，就感谢我的上帝，因为每一摆为着恁众人祈祷的时，常常是欢欢喜喜来祈祷，因为恁对头一天直到今仔日，恁是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菲律宾教会会当同心合意来兴旺主的福音，这让使徒保罗想起来就欢喜。这也是我这侪年来特别想到我同欢喜的一件代志，我要大喜乐在咱的心中。甚至我会当讲，无任何一件的服侍，迄、那个喜乐会超过咱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今仔日要起做教会第四项要紧的原则，就是爱是同心来起做。咱若要期待教会去做起做，咱就要非常注重同心的起做。安尼。一定会产生一个效果，什么效果？福音的效果。所以今天你看，伊讲要传福音，不是技术的问题，是灵命的问题，是兄弟姊妹有同心无同心的问题。当我去查考什么是叫做同心合意的时阵，我就发现这是信徒中间互相亲密的一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二节讲，因拢专心听使徒的教示，享受信徒中间交谊的生活，百变祈祷。这个彼此交接、互相交谊、甲同心合意，同一字。意思就是讲，大家做伙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做伙敬拜上帝，彼此交接。同心合意，信徒做伙聚集，分享上帝话，大家互相鼓励，就像咱今仔日讲的，咱做伙伫真理来说手搓手，咱做伙来仰望祈祷，爱做伙来祈祷，啊爱做伙伫主的面前有好的团结，迄个是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伫罗马书十五章二十六节讲，因为马其顿甲阿该阿圣的教会甘心乐意捐献一笔钱，要放在耶路撒冷的圣徒中间的善家人。在迄个时阵，耶路撒冷的教会伊拄着困难，所以这些信主的外邦人就来捐钱来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这个捐一笔钱，这个捐钱捐献。甲同心合意，共一字。意思就是讲，伫教会生活中间，唔若讲拢甲灵性有关系尔啦。其实，佫较要紧，甲咱实际生活有关系。伫加州有一几间教会，我常常去讲道，因为我固定伫因遐来帮助因。我有一天发现讲，教会奈。有一个新的团体来出现，有真侪小组，因有一个小组叫做以林小组。啊，以林是啥物所在？你来去看迄个出埃及记，以林就是吼，伫旷野有一个所在，啊有水，有树啊，底下会当休息。
在这个经济危机的时阵，大家遇到真大的困难。教会就一只的人，无论是无头路的，也是咧找头路，也是已经厝内面有困难的人，甲组织做伙，做伙祈祷。教会嘛派人去甲帮助，啊，大家搁互相通报消息讲，吼、哦，啊，都有头路，大家进去找，进去 interview。甚至有一挂兄弟姊妹已经无法度过日子，大家互相，你出一挂，我出一挂，咱大家甲帮助。啊！我听了真感动，我感觉这才是真正同心合意，会当做伙来面对困难，互相帮助，这个感情真深。当然，咱不是讲要帮忙一世人，总是伫紧急的时阵，咱会当互相帮助，这是非常要紧的代志。约翰一书三章十七节安尼讲，讲既然有世界的财物，看见伊的兄弟有欠缺。对于无当怜悯的心，上帝听，兼有点在伊的内面。我拄仔读上帝听，这是台语圣经的读法。伫何本圣经讲听上帝的心，其实那照原来的意思，毋是听上帝的心，是上帝听。意思就是讲。咱若看见兄弟姊妹有困难，咱无去甲帮助，咱上帝疼咱，咱无将这个疼对咱来延伸出去，这个是无够呀。所以十八节讲，细囝，咱的行为，咱的三疼，咱的三疼，唔通只有用话、用嘴舌来表达，是要用行为来表现出真心的疼心。亲像安尼，当伫困难中，互相来扶持，互相来帮助，这才好做是真正的同心呐、啊。所以我想，咱伫教会中间，爱非常注意伫咱的中间有啥物人是困苦，是拄着困难的。当然有一挂人是因为困难才来教会，咱唔通将这个人放在边啊，讲当作无看。你讲安尼，唔是甲神歹去？唔是唔是，唔是要甲饲一世人。总是在一同困难的时阵，咱伸手去帮助，亲像耶稣基督的手伸出去同款。你感觉，你敢无感觉安尼真要紧？因为上帝通过咱来祝福这些有困难的人。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咱今仔去有看，就是讲，我将所看见、所听见，报予恁知，予恁来加入我甲天父以及伊的子耶稣基督所结成的交易。所以，伫第四节咱再去有读，咱甲父、甲子、甲咱的兄弟姊妹会当三交杯。这个是出自上帝的祝福。所以，这个三交杯嘛是一个同心合意。这是彼此的相通，这嘛是甲天父上帝的交往，所以同心合意所表达的，唔那是咱甲兄弟姊妹讲，咱有欢的这个相通，咱甲天父上帝有德的相通，这个拢是非常要紧。更加要紧，为什么咱有欢的相通？因为咱有甲天父上帝有三来往。这是咱要紧的基础。我早起有讲过，咱拢是台湾人，咱讲台湾话，总是予咱连做伙，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甲咱连做伙。所以咱的基础，咱还的基础，是因为有你的基础，这予咱会当连做伙。这也是一般为什么俱乐部甲教会无同款的所在。俱乐部，你着拿钱，你跑，无论是拍高尔夫球，还是拍乒乓。阮伫实老师真可怜嘞。阮拍乒乓爱去找所在呢，爱搁拿钱呢。啊，去拿钱有当时啊吼，去看遐人伤侪，你搁无当拍。啊，你无去啊，无人咧甲你笑笑问啊。啊，若去拄着一寡较骄傲，讲伊拍啊足好势，无爱甲你拍。你无水准，你水准无关，伊无甲你拍，拍拍讲我要来走啊，我头就走，足无面子的。
后来我去找到一间教会，因足爱拍球的。迄间教会吼，差不多有这个场所，搁较大一撮。唔是拜堂哦，是拍球的所在。哇，迄教会足大间的，啊，真欢迎我去拍球。我是已经拍五档啊。啊，你若无去吼，无事我你走倒去啦。哦，你倒去台湾哦，无怪遐久无怪到你，哎呀，很念。啊，我甲因感情真好。我虽然不是因的牧师，虽然我今年有做因夏令会的讲员，总是我不是因的牧师，因跟我感情真好。这是教会甲俱乐部无同款的所在。我看咱只毛这乒乓队吼，大人的囡仔拢有，哦，有够好呢。我若早知我就来，我就不要当牧师来了。开玩笑。因最近甲我讲讲过牧师。阮吼安尼拍乒乓，家己耍都无意思。阮即下要组一个团吼，要请一个还未信主的人来做伙拍。啊，你来甲阮斗队好无？因为吼，阮若人无够吼，啊无信主的人，较侪咱才输伊去吼。毋是拍赢拍输，是讲迄、那个要你要传录音互人，结果你家己的人无够，你要哪共传录音？你差不多至少爱3:1，安尼你才有法度顾会着。所以伊已经将即个拍乒乓。发展做传福音的一个真好的工具，真好啊！有真侪方法会当让大家来做伙，为着福音的缘故来努力。所以同心合意有遮侪意思，主要那是亲密的关系，实际会当伫所需要的顶面三帮餐。更加重要的是，大家做伙会当三交杯。所以咱来从这两讲所讲的会当甲连做伙。今天说到同辈，这天是一个经历。咱大家有动心无？那无动心，你做啥物都拢无够用，无开来。你无动心，你做啥物，感觉都无用遐几个人尔，非常的可惜。爱全体总动员，大家动心，啊，这不是用话的呢，是因为心有动心，才有福音的形容。不是讲咱大家来传福音，啊，咱再来动心；也不是讲动心，就是咱大家卖冤家啦，吼、哦。传福音有时阵卖冤家，你讲传福音阁会冤家哦？哎呦，传福音袂冤家，为虾米？因为你咧救灵魂，所以魔鬼就咧下骹甲你塞人，甲你乱。所以福音传予别人，结果自己内底乱糟糟，安尼要哪有法度有开啦？所以对咱来讲，这个非常要紧。动心的意思是真深。什么是动心的起座？动心合意，我拄仔有讲，毋是讲咱大家无冤家来传福音，意思是讲咱会当做伙来见证主的福音。因为伫即个圣经第一章第六节讲，我深信伫恁心内开始做工的，要成全即个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伊所要表达的是，因为同心合意，所以伊会产生福音兴旺的效果。也就是讲，同心合意会当产生福音兴旺，这是上帝伫腓立比教会兄弟姊妹心中开始做迄个工。迄个嘛是上帝要伫台湾教会兄弟姊妹心中。所当的迄个工，家己这边有阿面无？啊，还是困去啊？你若无动心合意，你就绝对无可能听我福音。菲律宾教会因无分彼此，因亲密来三交陪，因互相来顾念，愿意做伙将福音来分享出去。所以菲律宾教会的信徒有一个特色。因传福音，伊去讲，因予人听去，因予人听去福音。另外一方面，因彼此三听，因予人看见福音。唔呐，讲因传福音讲到真对，因讲正确的福音。因更加要紧，是因为因有一个好的见证。什么见证？因彼此三听。所以福音唔呐爱予听去，嘛爱予人看会着，看见基督徒真好，
这三听做伙，伊心都已经震动啊，伊就欢喜来亲近咱，咱就引出伊来到上帝面前来信耶稣。更加要紧，福音的见证不是干那看见咱这个人，爱看见咱整体。什么叫做咱整体？咱大安教会每一年啊，这。你知影伫阮教会迄阵，阮出去报道到尾啊，一开始是我指挥啦。后来发现讲指挥变，因为吼迄现场吼指挥无路用，吼啊，我就开始传祈祷。后来发现祈祷有人负责啊，因为阮一寡兄弟姊妹开始做领袖，我才发现牧师无代志做啊，搁一个人我斗跟音乐，我刚才跟迄个老板斗跟。所以后来发现讲教会兴旺了，兄弟姊妹大家哪来哪进步，大家刷。拢分配了，种好势，各尽其职。我无事煞无代志做，无代志做，不要紧，坐遐听歌就好啦。哦，我是很开心的，因为大家同心，大家服侍，大家进步。到尾啊，我来美国教书，我放心，迄、那个团继续来传福音。袂讲过无事无得就无去，若无去就是我的失败，敢毋是？那我离开迄个教会。另外，上帝有好调，迄间教会就无去，迄实在是我的失败。啊，感谢主，迄、那个教会不但无去，佫继续来忠心。啊，我嘛袂讲啊，我无伫个，佫会进步，安尼，我足无面子的吼。袂啦，我著足希望讲，若接我的迄个同工，会当做来比我佫较好，迄就是我的心愿嘛。所以，弟兄姊妹，咱来看见。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教会中间，我们不是说我这个人好就好，我们台湾教会当中好，让人看见就感觉说啊，信耶稣实在是很好，我很爱来领教会，那这样就差不多了。当我在中和牧会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姊妹打电话来说，牧师，有一个妈妈姓丁，讲伊要信耶稣，啊，你有用无？我当然嘛有用，我紧拼去吼。讲有人讲伊要信耶稣啦，我去了后，才知影讲原来这个丁太太，伊的查某囝伫纽泽西结婚，啊，伊家己一个人想讲查某囝，伊先生破病无法度去，伊就拼来到纽泽西。结果来纽泽西了后，伊发现搁在美国甲台湾无共款。在台湾，伊要买啥物，楼卡就拢是。来到美国，伊无车，敢若无卡咧。伊煞毋知影要创啥，伊就足急的讲：“啊，要结婚啊，我大号拢无传。”结果，因查某囝讲：“妈妈拢免你烦恼，我已经教会的人已经帮忙，拢无问题。”迄天伊甲我讲，讲迄天伊流目屎，讲遮教会的兄弟。办甲足好势，拢无互伊烦恼，甚至拢无甲提较半声。伊足受感动，伊讲伊要信耶稣。你捌听讲参加一个婚礼了后要信耶稣的人无？我嘛听了足感动的。迄间教会的人我嘛熟悉，我感觉真好。教会予人看起一个好的见证。予人会欢喜来信耶稣，因为因看见基督徒同心合意彼此三听的见证。啊，咱来予看见这款的见证，同心，所以会产生福音的效果。为什么咱一定爱同心合意来去做？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三十第四节，伊讲我逐摆笑念恁，就感谢我的上帝。每一摆为着恁众人祈祷的时，常常是欢欢喜喜来祈求。腓立比教会得到使徒保罗的鼓励，因为伊常常想起这个教会实在是真好，伊足疼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同心合意足好诶。我家己伫神学院。有教这个教会成长的课程，我有研究真多健康教会应该有的一挂特质，比如包括讲，你都爱彼此相听，爱同心，爱有传福音的热情，
这拢是属于一个健康的教会应该有的特色。菲律宾教会拢做有，所以保罗想到就欢喜，因为这个教会真健康。台湾教会是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呢？看咱有同心无？咱的同心有产生福音的效果呀？我咧讲的不是讲咱去办一寡节目叫人来信耶稣尔，我咧讲的是讲咱兄弟姊妹有好的见证，得到人来找咱，讲我要信耶稣。这两款有啥物不同款？头一款就是咱出去外口，咱报道给人听起好消息，这真重要。总是第二款，咱大家活命。耶稣基督内面领受伊的活命，咱的灵命进步，咱的所行所做，毋是干那礼拜时好看，咱的平常的生活就会当好看。人看了讲啊，基督徒甲我无共款，亲像基督徒安尼才是对的，亲像基督徒安尼会当感动我的心。这款的见证不得了，这款的见证会将人吸引。人来做的教会，这是一块的挑战，真大的挑战。做事这应该是正常的，敢不是？咱要去化，人就主动化起来，因为人伊感觉讲啊，你敢会跟我无共款？啊，你若跟伊共款，伊啥物都来信耶稣，都是无共款，都是你让伊会当心神，所以欢喜来信耶稣。咱若愿意同心合力来去做，就表明讲咱真健康。一个同心合力向我福音的教会，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教会。第二方面，为什么咱一定爱来去做？是同心的，同心的里面。第一章第六节讲，我深信伫恁心内开始做工的，要成全这个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有一天咱拢要徛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这两天咱常常思想这个代志。啊，你徛在耶稣的面前，到底伊交代你做的代志，你做好后未？伊伫咱心内所叮当的迄个好的工，伊伫咱心内所做的工，啊，咱有成全无？主所交代，咱有去做到够。刘弟兄，这你知影无？主会伫咱每一个人的心内做工，伊会呼召咱每一个人去做伊爱咱做的代志，这是伊对咱的期待，一定有。当阮教会开始设立了，有一个兄弟，伊明年就70岁啊，伊讲伊足感谢主嘞。伊普通时，甲因太太爱使40分钟，差不多得要1点钟久，才有法度去礼拜。所以因太太最近准备要甲厝卖掉，讲要去搬去教会边啊。结果伊讲感谢主，恁来，我免搬厝。伊讲感谢主，恁来这个所在，这个所在无教会，我足感谢主的，我愿意将我所剩的时间拢奉献给主。伊足认真诶，认真读圣经，认真传福音，认真请人来教会，认真祈祷。有一天足冷诶，我咧想讲，迄间可能无人来祈祷会。伊已经得要70岁啊，伊其实赛车有当时我原来足紧张，啊，因兜拄爱较山顶一出来所在，无安全。迄间伊嘛来，我讲啊，你敢会来？伊讲老师嘛要来，我足感动的。阮神老师袂老师啦，啊，不过你听伊的话，伊是讲伊无论如何就是要来祈祷。感谢主，因为伊有一个改变，伊知影上帝对伊有一个呼召，一个教会设立伫因兜的边啊，伊愿意。听见上帝呼召，伊来参与你这间教会来服侍，伊足够水的呢。伊足烦恼讲：哎呦，咱教会那人那
哪会才三十个尔，哪会遮少？啊，我迄天有拍啦，伊足紧张，伊惊无人来，讲哎呦，啊，无顺啊，干那咱两个要安怎？我咱两个食啊，伊比我较紧张啦。啊，一个教会都还未半年嘞，三四十个未歹啊啦，吼、哦！啊，伊就足紧张，伊感觉讲，应该教会开始爱一百个、两百个，我讲慢慢啊来。咱个同工若训练好势，人来咱遮法度通照顾。啊，若无来几大批人，啊，你要互牧师、牧师忝死呢？遮个同工非常的宝贵，渐渐阮训练，大家进步会当服侍。即马。我差不多有四十个人，我想可能到明年过这个2011年到2012年，我想教会有一个真紧的忠诚，因为我准备好势，准备好势，上帝啊，你会当把人带来啊，我会当把照顾，唔是讲人多就好，人多你若无都照顾，你也惨的。感谢主，上帝呼召来每一个人。都要来去做伊爱咱做的代志，所以咱就爱去想哦。上帝予你甲我今仔日个活在这个世界要创啥物？伊要叫咱将伊的听、伊的福音，对这件代志，咱无法度通个选择。你爱也好，你不爱也好，你无法度通个选择。你讲我若不爱咧？你若袂，我嘛毋知影上帝当时要调你倒去。啊，你著惨哦！你调你倒去，你都无工通交，你无物件通去路上帝。迄天我伫祈祷的时阵，我想到保罗讲，我为着安尼，我无违背对天顶来意向。我忽然间，我想到一件代志。我若这个时阵结束我的服侍，我就回到天顶。我嘛会甲耶稣讲，我无违背你叫我去摩根希尔开教会这件代志。所以我即马回去嘛袂歹啦吼，会交代。我无违背对天顶对我的呼召，叫我所做工，我无违。刘兄，这上帝叫你伫台湾教会，绝对毋是干那坐伊遐咧聚会。上帝要通过咱每一个人，咱受起造，咱同心合意，咱要产生福音的影响力。检测就是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会通过你、通过我，来到上帝。若是同心去做这么要紧，咱到底要安怎来做？我感觉有两项代志，我煞要搁一遍来互相提醒甲鼓励。你看使徒保罗，伊甲腓立比教会的关系有好，真好。伊讲恁常常伫我的心内，伊讲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怎样笑脸恁众人。我这个月跟您做伙，我会当答应一件代志，就是我回去替您祈祷。我嘛会笑脸顶啦。我拄个同牧师讲，我常常咧讲道的人，我安尼讲咧，我知影下骹人有在听无在听，有在困无在困，拢看有啦。我知影恁有听入去，所以我会为着恁祈祷。我嘛毋嘛讲有一天我若想着大家教会，我就为着你感谢上帝。会袂？会啦，绝对会啊！因为上帝话进入你的心内，圣神运行动工，绝对要产生真奇妙的效果。所以你看起使徒保罗，伊非常的保守腓立比的教会。为什么伊才保守这个教会？因为伊关系非常的亲密。这间教会甲保罗的心相结。因所做的一切，予使徒保罗非常的感谢，所以咱就要非常重视
咱的兄弟姊妹，咱来非常保守咱的兄弟姊妹。啊，要安怎来保守兄弟姊妹的关系？我想到一句话啦，John Kennedy讲的，伊讲唔通问国家为着你做啥物，爱问着爱问你为着国家做啥物。啊，咱今日甲换归你啊，吼。唔通为着主为你做啥物，都爱为问主为着你做啥物。其实主替咱做足多哩啦，所以这个免解伤多。应该讲，唔通问教会为着你做啥物，爱问着你为着主的教会做啥物。唔通甲咱问讲，兄弟姊妹为着我做啥物，都爱问讲我。为着兄弟姊妹做啥？所以这两句话送给大家：较侪鼓励，较少的要。咱宁可家己较侪付出，较少的享受。若是会当安尼，我想咱互相提醒、互相对待，咱就非常瓦群这个保守集体关系。你有保守你的兄弟姊妹无？那有你就较侪较高咧，要求嘛是爱，总是较少，因为咱人较贤人要求较少较高咧。咱是讲，我来教我就享受就好，不是，你就爱较侪付出，安尼你才会当伫教会中啊去体会迄个互相对待的关系。有一个兄弟姊，有一个兄弟甲我讲，牧师我是来做无用，你甲我讲，我是安那都一定爱去教会祈祷。我咧厝诶，家己祈祷嘛真好啊，上帝嘛是听啊，嘛是有道理吼。啊，是啊，就一定爱来教会祈祷，是啊，就爱做伙祈祷。我迄天安尼甲讲，我讲兄弟啊，你一个人祈祷，一个人诶代志。你若去教会，有二十个人做伙祈祷，有二十个人替你诶代志祈祷。每一个人拢有二十个人替伊祈祷，甲一个人为着家己祈祷有共款无？当然无共款嘛。更加重要，这个人做伙祈祷会产生一个快乐，这个快乐是上帝听，充满伫咱的中间，咱互相支持，互相鼓励。有影这，同心合意，来伫主的面前来学习，来做这款的代志，因为。使徒保罗，伊甲这个教会关系这么好，不是讲因为菲律宾教会常常奉献送伊物件，所以伊甲伊关系好，也不是讲因捌足久的，无啦，因无捌足久的，总是使徒保罗非常看重这间教会，因为因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一间教会。这间教会对一开始一直到今仔日，拢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所以这件代志非常的要紧。我拄只带领一个台湾教会伫圣罗西的 retreat 了，迄一边我咧讨论一个问题，我唔知你有兴趣无？迄个问题就是台湾教会有前途无？我你即摆来看去吼，差不多你若看迄只黄皮肤拢大陆来。啊，咱台湾人最近敢那拢足少嘞，啊，伊就足烦恼讲，安尼可能台湾教会会萎缩，足烦恼。总是伊讲，我甲伊牧师大家讨论了，我有一个结果，你听无？台湾教会前途，你唔通将你的眼光放伫个遐对台湾来的基督徒。你听有无？咱既然啊，台湾来啊，基督徒来咱教会做，咱教会就会当成长。咱来从咱的眼光看对遐侪侪还袂信主的台湾人，遐个人已经伫咱遮住毋知几冬啊，可能来二十冬、三十冬，伊伫遐伊还袂信耶稣，迄个是咱的对象啊。你今日咧想讲，若台湾来啊，佫？来一百个嘛，才两三个基督徒尔，你要安怎等啊？所以你教会要生存，莫讲生存啦，要进步，要发展，
你一定要看去你的福音的工厂在什么地方，求主帮助。台湾教会是主的教会，应该要继续来复兴发展。不会说，我绝对相信不会收大啦，不会收大，同心合意。在纽约区，在弗拉群这个所在，偌济台湾人还未信主，唔通感觉无希望，唔通感觉无希望。咱彼此相听，一个好的见证，咱打拼将福音分享出去。上帝要予台湾教会得到大大的祝福，阿不阿门。第二方面，咱应该爱有的回应是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第一章第八节讲，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怎样孝念恁众人，这是上帝通给我做见证。为什么同心合意行福音这件代志会当予使徒保罗常常孝念伫腓立比的教会，将这个教会藏伫伊的心内？因为使徒保罗伊家己是一个体会耶稣基督的心的人，伊讲伊是抓耶稣基督的心最深的人，所以无论虾米代志，只要挖掘耶稣基督的心，就是伊所关心的代志，就是伊所在意的代志。所以你看伊伊无咧讲，我即马拄仔咧行啊，我足可怜的，我伫遮暗时足寒的，我衫无够加，我唔知当时要放出去啊，主啊，你著拯救我！你无看伊咧讲遮个代志，伊敢若关心讲福音有宣扬出去无？所以伊特别受到这个教会，伊就欢喜，因毋嘛，菲律宾教会会当继续传主的福音，和上帝伫因心中所做的工会当得到成全。所以咱通过菲律宾教会，咱会当受提醒。耶稣基督所关心的代志，上帝所爱咱做的代志，咱就了解、体会伊的心，咱欢喜去做伊所欢喜做的代志。安尼会当帮助咱灵命提升。咱若一直想家己的代志，我保证你灵命愈来愈歹。你若常常想上帝所关心、耶稣所关心的代志，你就会进步，你袂做一个挂名世俗的基督徒。刘辉兄弟，咱伫主的面前，敢有体贴耶稣基督的心？早起我讲，我本来是一个对人无感觉的人，我求上帝将伊的听灌入伫我的心内，我开始对人有感动。迄年，我记得1986年，迄年的 summer， 我落到好十摆，一直流目屎。甲站唔了，还行。我常常是笑口常开，吼，你都看袂出讲我有啥物忧愁的啦。我唯一的流目屎就是我妈妈过身，吼，我唔甘。阿哥咧，阿哥性情感动。动袂了，一直流目屎，一直流目屎。你有法度体会一瞬间这款的心无？不是难过哈，嘛不是受委屈，是因为圣神感动咱的心，咱对人有感受，咱对主的心有体会，迄款会当帮助咱关心上帝所关心的代志。会当体贴耶稣基督的心，这无法度通教，这爱你亲身去体会。所以你若有一天你感受到讲主疼世间人的心，主疼世间人，亲像我早起所分享的，甚至你会流目屎，啊，我会甲你恭喜呢，因为你望到主疼世间人的心。同款一件代志，伫遐底发生的时阵，有当时咱会真感动。总是你所感动的代志，
甲主所感动你的代志，有甲激烈做伙。去年的一年，对我的家庭来讲是一个真大的变化。我已经有讲过，我的妈妈伫去年过身去，伊是肺腺癌，伊发现了差不多一年就过身去。所以为着要处理妈妈的后事，要陪伴我的爸爸，我就回去台湾一段时间，我辞掉新航医教书的工作。这辞掉新航医教书的工作嘛，是我真意外的，但是迄是第二个意外。第后一个意外是妈妈过身，我妈妈的身体一直是阮全家最好的。忽然间发现已经三期尾了。第二个意外就是新航医，我无搁再教书，因为我无法度。有爸阿公，我会当去回来教书，所以我就甲阮太太，阮两个人拢是新航医的后生。第三个意外，就是我伫五十岁迄年，就是去年，伫抽血的检查中间，医生讲我 PSA 有较悬，伊讲叫我做切片做 biopsy， 结果发现讲我有色素腺癌，我煞惊一下。真侪人甲我讲，牧师你袂死啦，讲这社会腺癌无法紧死啦，叫做长命癌、长寿癌吼。我嘛知，阿妈你癌症病人啦、啊，你知我等于台湾吼，伊给我一张重大伤病卡，足严重的。我去台湾，我有接受真好的治疗，上帝有安排我倒一个治疗，我即马真 OK。我最近的 PSA 是0.3。一直讲，本来对，一开始是4点多、3点多，哎，治疗这个放射线治疗是1点多、0.6，啊，最后0.3，就继续在讲。我嘛感觉，安尼看这个数字落来，安尼嘛足安慰啦。啊，听讲可能正常5年至10年应该是 OK 啦。所以我就对主讲，主啊，我哪够10年？你知道我唔捌想这个代志。我想讲我来健康，健康亢灵亢灵吼。啊，若开始卖讲高血压发作吼，安尼嘛是 OK 吼。我血压控制了真好啊。我唔捌想讲我会死。你敢知你搁谈话久？我爸爸身体嘛真好啊。咧游泳吼，伊一清游上来，我两把也未游了啦。我们爸爸身体是袂歹啊，走路伊脚较长吼，伊行一步我都爱行两步，哦，足忝的。啊，所以最近发生这件代志，我嘛足 shock， 总是有影就是安尼，你无拍算，迄下步其实非常危险。后来护士甲说，医生甲阮讲，其实伊本来无把握救会回来。我昨打电话给爸爸，已经出院了。什么人知影家己会当活到当时？所以我就对主讲主啊，我哪够10年啦？10年，我要创什么？我愿意服侍。所以去年我对我去一边去寮国看遐同工，有差不多3礼拜时间，我回来到新竹了，我就咧祈祷讲主啊，你要引带我去倒位？你若无引带，无我回来台湾啦。因为我嘛知，兄弟姐妹嘛知，我咧写册，我写真侪册。我从这物件整理，因为无时间，我无时间通写，所以我整理，我开始做我的 website。我再去问街讲吼，有人呐较不爱看册吼，我其实服务袂歹啦。遐个册我拢甲录出来，会当用听的啦。安尼嘛袂歹吼，啊你呐片段讲拢在网上，你就甲登录个，放个车顶听嘛袂要紧。所以对我来讲，我感觉讲我来会当继续服侍主，安尼嘛是袂歹啊。等下就退休嘞。结果有一天，阮囝甲我讲：“爸爸，你袂当安尼过退休的日子。”我讲：“哈，你讲啥？”我咧老大诶，讲爸爸，你是即战力，意思是讲我即摆要搁在第一线呐、啊，我袂当退休了。我讲我即摆安尼就足好势咧啊，我安尼再去开泡一杯咖啡吼，啊啉一下吼，啊开始灵修了，写册做 website， 哦，我伫遐好咧，啊，着搁走来台湾教会讲道对无？袂歹啊。
安尼好无？有礼拜啦吼。结果上帝奇怪，上帝引出叫阮爱来做这件代志。我一直在注意一件代志，因为我家己伫神学院甲宣告，伫过去一百年来，对 San Francisco 旧金山教会是对北平、对南平来刷，因为足奇怪，北平拢较贵，南平拢较俗，迄厝，所以大家都拢找俗的所在一直买落来。所以伫这个研究的后面，我就问一个问题，讲搁刷落去，到底教会爱伫什么所在来起做新的教会？应该是搁往南平行。所以我的新学院教三年，我一直在讲这个，但是结果无人去，啊，无人去就只好家己来去啊。因为那是一个需要，所以在今年的一月十七号，我唔捌去迄个所在，叫做摩根希尔。这是先好说吼，这到行到要二十迈来遮，啊，我住在遮啦，所以我对遮到遮差不多十五分钟就到位啊。安尼差不多淡薄出来回馆，差不多加五分钟尔。迄、那个所在无教会，我一世人唔捌去摩根希尔这个所在，因为我拢是塞车行遮，行到遮个 Gilroy， 啊再行152到迄边接五号公路落去洛杉矶，迄拢是过路啦，无人去迄个所在啦。无依到我一月十七号去到迄个所在，我知影上帝因带我要伫遮去教会。而且去教会有啥物优点？这嘛是一个真侪人住的所在，圣马丁、吉尔瑞、圣何塞南平，这拄仔咧中啦。这点拄仔会当照顾这个口味啊。一月十七号，我去到迄个所在，我发现迄个所在无华人教会。迄个中昼，我去食饭。吃饭的时阵，我两对牧师阿公某伫遐祈祷。啊，牧师，就因为想讲要因看有上帝有因出无，就加祈祷一分钟尔。结果祈祷，甲讲看无，迄个头家娘行迄边甲阮看，讲啊恁祈祷投降。所以祈祷唔通祈祷伤久，会出代志啊。我讲我唔那是祈祷，我可是牧师。哦，恁牧师啊，恁在遐创啥？伊讲我来遮，我讲我来遮要去教会，看上帝有带领无？伊讲啊，我嘛祈祷大呢。无，伊嘛讲我嘛有信呢。啊，毋过我来美国三十年，我无去教会。为什么无去教会？遇无教会。有个人真拍拼，伊会使一点钟去参加礼拜。刘兄，说你会使一点钟去参加礼拜无？看情形啦，你若人命较好，两点一句嘛使。啊，你若逐礼拜要使，你挡会牢。伊讲伊做餐馆，伊无闲。伊讲你若开，我一定会来。我嘛看伊真侪人，伊无所在通去，因无家可归，无一个教会为着因陪伴，四界奔波走来走去，逐礼拜爱使遐久的车去礼拜。所以兄弟啊！咱真幸福呢！你请，我想若超过二十分钟就算久啊。哦，啊，咱礼拜时也阁袂塞车，当然拍球有较困难，大家较拍拼嘞吼，家己找所在。我听伊主对阮讲话，我听见主的声，伊讲伊看见遐个人，伊就可怜，因为因困苦失散，亲像牛无无食。因为这迄个心受主的感动，羊无牧者，无教会，无家可归。我从细汉的基督之家大汉，我的大家庭叫做寇世远监督，伊有写一首歌叫做《基督之家》，这首歌。演甜蜜的家庭的调，这篇你要大袂？
放一个来听咧。哦，你拢会晓呢？这条我就是这样唱，你要唱看看吗？这是基督教世上羊群的牧场，供应生命粮，渴慕正道的喂养。我人民让我可以听起他对我的呼召，说你如果有十年，你要做什么？去做一间教会，在无教会的地方。其实不是无教会，还有很多美国人的教会，无华裔的教会。所以我们受主的交托，我们去到这个所在，要去做主的教会，这是阮所做的一个所在。这是摩根伊尔的头一间拜堂 ，historical site。上帝陪伴这个所在，给阮做拜堂，真够水吼！会当坐到百二的人，对阮足好的。这间教会真心诚意，是 Methodist Church。早起十点美国人聚会，十二点半韩国人聚会，三点换阮聚会。因为哎呦，恁三点足可怜，恁三点聚会，三点聚会真好啊！因为阮遐真侪人是种花种菜，吼，三点拄啊当热，无人咧园内做代志，所以拄啊好来礼拜。做餐馆的三点拄啊好要睏，所以阮咧想讲阿拜吼，阮若有家己的所在，嘛是搁三点礼拜啦。我愿意接受主的交代，来遵守主的大使命。好好啊，必须三件，你叫做大改变。大改变就是，恁着听主，恁着听主上帝，搁听主比亲像家己。来起造主的教会，来扩展上帝国度。这是阮所领受的号召。我相信上帝共款号召台湾教会，伫纽约、伫弗朗逊这个所在，要为着主来做好伊的工作。要为着主来见证福音的奇妙。有一天我看见这张图，这张相片是伫个摩根伊尔另外一个山顶拍落来。我底下有一个真出名的一个山头，这个山头我本来叫叫做摩根伊尔，后来发现讲摩根伊尔是一个人的名，不过不要紧，我把这个所在叫做蒙恩山。我刚才看见耶稣基督对天顶来看这个所在，伊唔嘛福音会当骗团伫这个所在，就是摩根希尔这个所在。我实在是期待耶稣基督的光会当照伫这个所在，让每一个人拢会当看见耶稣基督的光来归向耶稣基督。因为这。主在你的心内做工，
即几工若是主伫你诶心内做工，咱做伙来敲锤，主伫你心内感动，咱来体贴耶稣基督诶心，来同心合意做主爱咱做诶代志。大家互相三听，彼此扶持，伫教会中间同心来服侍主，自然将福音伫咱中间来产生影响力。我亲信，迄伫恁心内所做工，一定要成即个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一定要成耶稣基督的心。所以，望咱每一位兄弟同心来建造，会当做伙来兴旺主的福音。虽然讲到这要做一个结束，总是我有影诚心祝福咱的教会，毋通忘记的，恁是主所听的教会。我即句讲已经讲几多遍啦，我想恁嘛知影恁是主所听的教会。手招我一下好不好？两个姐，看好势啊吼！你讲啊哦。对我讲，台湾教会，是主所听的教会。再一遍，台湾教会，是主所听的教会。我们同心合意，来兴旺主的福音。咱做伙伫敬虔来祈祷，归路来祈祷。在听的中间来去做，同心去做主的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圣名。